完蛋了，来漂流船翻了，被滞留在这里。眼看着另一伙船也下沉在这里，搭把手都救上来了，工作人员效率还可以，能安全的回家了。你好像那个孙悟空。得救了，心情都不紧张了，现在就想赶紧回家。那这好事我得上。慢点啊，我这不算占便宜吧？慢，踩这个。小手摸的，今天我是玩开心了。慢点啊，手还是别人船上的摸的好。没事，过来了，走。你给我机会认识一下，打造回复。是我想要的吗？这不是拉手手的那个女孩吗？啊，对，回凉。你们几个人啊？能给我带上吗？我车一、二，有地方，能带你。不是啊，还有老白两口子吗？没地方坐了。是是是，什么两口？坐不下。你要坐老刘那个商务，挤一挤呗。有地儿有地儿，你上车把那个行李包给我，我给你放后备箱啊。那谢谢啦。没事。你开车啊，我就。你还嫌不我开吗？我现在沾枕头就着，兄弟。那你让他摊那油钱高速费啊。哎，开车去吧，去。谢谢你啊，今天要不是。你给我们船拽住了，我们都得翻河里。那有啥的，举手之劳嘛。他帮啥忙？他不就搁旁边录像了吗？你开车行不行？那个美女，那个，你把你微信给咱俩加一下子呗，完我直接给你送你家门口呗，位置给我发过来。